2024年的 AI 已经可以帮人类完成很多事情，有任何的问题问 ChatGPT， 它也会快速的回答你，甚至用文字就可以让 AI 为你产生专属的图片，让图片动起来更是轻而易举。在这样的高科技时代，你知道其实 AI 也可以帮忙剪片吗？我今天就要来挑战，只花5分钟，让 AI 帮我剪辑出的鬼故事。各位大家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种用 AI 可以一个月产出30支，并且月入数万到数十万这种影片？个人觉得这种东西确实是不无可能，但是这样子做呢，就失去了创作者创作的初衷，而且这样子的片诞生出来也不知道好不好看。所以呢，我今天就要来实测看看，全 AI 来做一部鬼故事，看看会长什么样。第一步，我们会先上 ChatGPT， 请它帮我们产生一个鬼故事。第二步，我就会用 AI 自动生图，每一个不同的分镜 AI 帮我生出图片。第四步 ，AI。配音帮我们配上我们想要的音色来说故事给大家听，这是一个高科技生产出来的 YouTube 影片。我们现在预备准备开始。第一步，先打 ChatGPT， 然后我们请 ChatGPT 呢帮我们生成出一个鬼故事。你可以帮我生成一个鬼故事，毛骨悚然的那种。当然可以为我编写你一个毛骨悚然的鬼故事，一个应援的晚上，一个叫莉莉迷路的，那是绝望的。这个故事好像不怎么好哎，不然我再赶快再试一个看看。想一下，我给他几个关键字好了。我跟他说关键字，比如说当兵、香蕉、跌倒。在一个寒冷的夜晚，一群年轻人被征召入伍，参加了一场即将爆发的战争。他们背负着沉重的行囊和压抑的恐惧，踏上了漫长而危险的旅途。用一袋香蕉作为粮食，经过了一片无数的战火。然后，当他们穿过一片废弃的山庄的时候，彼得踩到了一个棍子，失去平衡，跌倒的时候，他的香蕉被掉到一旁。然后，彼得试图站起来的时候，他们发现一栋破旧的屋子里的黑暗已经盯着他。彼得和他的战友呢，被一股无形的恐惧所笼罩，他们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是孤独一个人。那段恶心始终在盯着他们。然后，战争结束之后，只有彼得一个人存活，以及散落一地的腐烂香蕉。那个时候，突然一阵寒意袭来，然后转过去又看到了那个眼神。哇，我发现它的特点就是它的鬼故事呢，就是缺少一个灵魂，它没有前因后果，它少了这个我们人类会感知到的这个恐怖情绪，它只能够很片面的把一些恐怖的智慧，可是它没有办法把单一事件、单一事件、单一事件串联起来，变成一个有逻辑、有架构的恐怖故事，让你一想到就会毛骨悚然那种。不然我们再给它几个机会，我们再给它几个关键字试试看。那我想一下，不然胖男人健身，然后。香蕉跌倒，哎，不对不对不对，我要恐怖故事，做一个恐怖故事。在一个阴暗的健身房里，有一个胖男人叫做大卫，他决定开始一个新的健身计划，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。于是他每天在健身房不停的锻炼，继续他的训练。然后突然一个香蕉，他旁边有一股无形力量把他的香蕉移到一旁。有人会边训练边拿着香蕉吗？那没关系，反正就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接近了他。健身房灯光开始闪烁，出现了阴森的气氛。他感觉到心跳加速。我觉得这个故事比较有创意一点，但是它并没有前因后果。不然我们再试几个。男生低头，香蕉自卑。跌倒。有一个男生名叫艾伦，从小就感到自卑，他总是觉得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，经常会去一个荒废的果园散步，那里长满了很多的水果树。有一天在散步的时候，突然踩到一根香蕉皮，失去了平衡，他感觉到一股奇怪的力量涌上，把他的身体包覆，逐渐他的皮肤逐渐苍白，然后他内心有某种邪恶的渴望力量，他开始寻找他的猎物，只要有人出现，他就把他拖入黑暗之中。最后大家就是被这个恐怖力吓到了，不敢再靠近这个地方。对，这个故事其实我觉得也非常的，这些其实蛮像笑话，怎么会有一个人叫艾伦走一走，踩到了香蕉皮之后跌倒，就突然被一股邪恶的力量附身，看到人就把他拖进去。我实在是觉得太好玩了，可是你知道吗？我就是发现我的这个钢琴后面这两天的时候会出现蚂蚁，我还在想现在要怎么消灭这个蚂蚁。那我现在就只能喷一下，我就只能这样做。讲到蚂蚁，我想要题外话一下，最近在 IG 上面看到很多那种可爱的小猪的影片，害我现在开始就不太吃猪肉了。然后看到他们杀肉的时候，就想说，会不会其实我们人可以不要吃肉，也可以活得好好的？其实吃不吃肉是我们人类自己可以选择的，为什么要去伤害其他动物的生命来填饱我们自己呢？虽然我还会吃肉，但是我心中就有一个这个思想的种子。我这样想也或许是错的，因为或许这个世界本就是弱肉强食。
我不知道以后我会不会就真的吃素了，我不知道。然后我们来做影片吧。我觉得我比较喜欢这个健身房的鬼故事，我们就用这个故事来来来来来。接下来下一步，用上面这段故事条列式的制作出分镜，分镜就是我们的图案。上述的分镜，帮我制作成可以用 AI 生图的 prompt。好，我们有了这些，然后我们赶快接着打开 AI 生图的工具。哎呀，现在不是五分钟完不完成，我觉得有一个很大部分是网络。哎，有了有了，出现了，我们把指令给他，然后我们直接把这段 prompt 的指令丢给他，然后继续。再一个五分钟，就再一个五分钟就够了，然后再给他第二个指令，全部都贴上去。哎，有没有大家看到我们刚刚这个图片已经生出来了？我觉得这个风格是胖子在健身房的时候非常可爱，只是有点滑稽。然后赶快我们把每一个都贴上去，全部东西都复制给他了，我们就把这些图下载下来。我们把图片全部都下载下来了，现在就是配音的部分，我们就直接用手机开启这个我们找好的配音 APP Hello Voice， 里面呢有非常多的角色可以选，一定有大家听过的，比如说这个小帅。注意看，这个男人叫小帅。你好，王狗。很多的电影配音都是用这里面就有的东西，周星驰。欢迎使用王狗。里面还有这种 AI 翻唱，比如说我可以请林宥嘉唱求佛。那里面呢还有配音定制，可以去训练我自己的声音出来。大家好，我是王狗。里面还有多人配音的部分，就比如说我是王狗，你好；我是小帅，你好，王狗；我是王狗，你好；我是小帅，你好，王狗。那我现在呢，就是把这段话复制进去这个 APP 里面。那我们随便选一个李哲言好了，因为它一次只能200个，所以我们就是分成几段。好，我们创造了好了我们的语音。在一个阴暗的健身房里。有一个胖男人名叫大卫，完美。现在我直接开启这个可以一键剪片的东西，胖男人大卫的故事复制进去，一键成片，生成。生成也需要时间，时间还有2分半。平常是用 Premiere 跟 Vegas， 可是呢，我们刚刚生成出来的 prompt 只有5张图，所以我就要用这个。它可以先帮我把一些空缺的地方填上图片，以及它会帮我上字幕，我要的图片再盖上去，所以整体完成度是可以更快速的达到更高的效果。OK OK， 大家他帮我们生成好了这个视频，我相信各位应该有看过类似这种影片吧。正在注视着他，他感觉到一股隐藏在黑暗中的邪恶力量。没错，很像机器人做出来的影片。我们的图片贴上去，改成我们自己的图片。最后一个五分钟，相信是最后一个五分钟了。我们就把我们需要的这个图片给它取到我们该放的位置，这样。这一个应用键。时间剩下50秒，我们已经做好了，所以暂停。接着呢，就是我们展示成品的时刻了。来吧。在一个阴暗的健身房里，有一个胖男人名叫大卫，他决定开始一个新的健身计划，以改善自己的身体状况。他对自己的决心和毅力感到自豪，每天都在健身房里努力锻炼。尽管他的身体并不习惯这样的运动。一天晚上，当大卫独自在健身房里训练时，他突然感到一阵奇怪的寒意，仿佛有什么不祥的存在正在注视住他。他感觉到一股隐藏在黑暗中的邪恶力量，但是他无法确定这只是他的想象还是真实存在。当大卫继续他的训练时，他突然跌倒在地，他手中的一根香蕉滚落到一旁。他试图站起来，但是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所束缚，无法移动。他感觉到一股异常的恐惧，仿佛有什么邪恶的存在正逐渐接近他。突然，健身房的灯光开始闪烁，房间充满了阴森的气氛。大卫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加速，他试图寻找出口，但是每一个方向都像是被一道无形的墙壁阻挡住了。就在这时，大卫听到了一个低沉而阴森的声音在他耳边回荡着：你跌倒，大卫，你无法逃脱。大卫感到一股极度的恐惧，他尝试呼唤帮助，但是他的声音被黑暗吞噬了。他感觉到自己的意识开始变得模糊，他的身体渐渐被一股邪恶的力量所吞噬。最后，健身房的灯光熄灭，一切变得寂静。当第二天早晨，其他人发现健身房里的时候，他们惊恐地发现大卫的身体已经消失了，只剩下他手中的一根香蕉躺在地板上。从那天起，健身房就成为一个被遗忘的地方，人们都害怕靠近那里，因为他们说，每当夜晚降临，
你可以听到一个低沉的声音在黑暗中回荡着，你跌倒了，你无法逃脱。这故事告诉我们，千万不要带着香蕉去健身房。今天整体这样用 AI 做影片下来的体验，我觉得超级有趣。平常呢，做一个说鬼故事的影片，大约至少需要6个小时起跳。那现在这样的时间就完成了，确实 AI 帮我们省了很多时间。但是大家听完刚刚的故事，可以很明显的看到，内容 AI 没有办法满足我们的情绪，生出来的图片 AI 也没有办法非常精准的达到我们的需求。配音是我觉得最满意的地方，或许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机械音，但是听上去至少它还是有接近80%的准确度。再来就是自动剪，非常的方便。可是像大家看到的，不可能只用自动剪片就完成了一部这样的影片可以上传，还是需要经过打磨去跟修改，而且你就不能用到你自己原本最擅长的剪辑软体，出来的效果也是会有差距。没错，那今天就是我 AI 体验快速剪片的心得啦。或许你们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去找到属于你们的风格，制作出专属于你们的频道。OK， 那大家如果喜欢我的频道，可以帮我订阅、分享。谢谢大家，我是王狗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